大家好，我是国外修禅。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像中国铝业，云铝股份。那么像中国铝业呢，今天强势涨停，云铝股份呢大涨7.5%，那么是属于超跌反弹呢，还是属于反转呢？后面还有没有机会？那么在咱们昨天晚上的时间呢，是有过点评中国铝业的。那么中国铝业当时对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股价已经腰斩，那么对应的再加上呢 MACD 日线的底背离，那么它可能会存在短期的技术性反弹的要求，而且呢，给出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是属于，对于一只个股来讲，它调整的，例如调整了30%或调整了50%，就是股价腰斩，它是一个观察节点，这是一个视角。第二的话呢，它内部一笔下的调整过程当中，MACD 它是呈现了价格走低，MACD 绿柱不断的缩短，以至于呢呈现这样的底背离的一种状态。同时呢，在5分钟的结构当中，它对应的是走的内部有一个5分钟的趋势下跌，而且呢发生明显的背驰。这是咱们昨天给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视角，就是说呢，从10.23块高点以来，一个5分钟中枢，两个5分钟中枢，好，三个5分钟中枢，然后呢走出这样的一个背驰的结构，就是5分钟趋势下发生背驰。发生背驰过程中呢，当时对应的一个视角是在组建5分钟的中枢，那么呢？强可以直接替代形成离开段，但是呢，在没有明确的量能放出来之前呢，当时给出了一个观察视角，第一个维度下跌50%腰斩，它存在技术性反弹的一个需要或者是可能性，这是一个视角。第二个节点的话呢，5分钟中枢组建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可以跟踪后面给不给你5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那么从5.05块的位置，今天呢直接出现涨停，有粉丝留言说，哎呀，无框系统今天眼睁睁地看着它涨停，也没有敢买，结果呢，涨停之后呢，老后悔了，不知道以后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处理。很简单，其实还是跟操作级别和买卖点的一个节奏相关。那么像中国铝业这一只个股的话呢，今天涨停在一定程度有一定的巧合的成分在，因为呢，像上周五盘后关于实时降准的预期的话呢，咱们前面有过专题的一个讲解，它对于像金融里面的证券。然后呢，像周期里面的话呢，不管是煤炭、有色、钢铁、稀土等等，它对周期方向呢，它传统意义上讲，它是属于一种提振，只是呢观察市场买不买账而已。那么像当前中国铝业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它本身呢又有一定的基本面的支撑，那么今天出现这样的涨停板过之后的话，那么它是属于典型的5分钟的中枢组建形成离开段走势比较强，无背驰，后面呢。如果说没有把握的，后面呢耐心跟踪一个5分钟级别三点买点就可以了。那么当然了，如果像这种情况下，怎么才有可能去把握住呢？其实也有办法，什么办法呢？要么你的级别在1分钟级别上面来讲，这是一个1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就是5分钟级别次三买，1分钟级别三点买点。如果说呢，你看了一个结构，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跟踪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可以作为尤其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涨停带量的时候，而且今天并不是秒板，也不是属于一根直线拉上去，它是有明显的资金推动突破前面这样的节点的时候，也是一个观察点。当然了，咱们更多的话呢还是用缠论结构去看，而且这一次够了，咱们在点评之际呢，对应了它本身是有业绩的一个强大的业绩支撑，那么强大业绩支撑咱们对它的一个逻辑关系是属于只要说呢有强大的业绩支撑，调整的越充分，那么它的未来越值得期待，或者是越有轮动的可能性。但是今天已经涨停过之后的话，后面的剧情就是等一个5分钟级别三点买点就可以了。什么时候出现5分钟级别三点买点，什么时候去把握它的一个机会点。但是呢，它依然是作为短线的视角去跟，因为当前的话呢，它还只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剧情，它对应的只是5分钟的趋势下跌。那么这个位置呢，大概率是走一个5分钟的走势的上。至于是当前已经走出了5分钟攀升了，那么能不能发展成为5分钟的趋势上，那么需要后面去跟。好，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要再一次的给大家强调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走势呢不是预测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这一个观念呢非常重要。走势的结果是合力产生的，就是走势是涨是跌，它是合力下的产物。而但是走势呢，它并不是说通过某个技术激烈，去预测出来的，那它预测的只是成为一种豁然性，就它可能发生，它可能不发生，可能性高，可能性低，但是最终它一定生长出来的。那么我看到有粉丝留言，这是12月5号的晚上的5:40，当时中国铝业股价腰斩，是否止跌？
但是呢，我看到有些粉丝朋友呢，还是存在一些思维上的一些就是不理解。这里面呢，为什么说是走势生长出来呢？就举个例子，好，你在驾车在路上前行的时候，视线之外的路径，你非得想追求一个声音，追求一个一个技术指标或追求一个方法，能不能我一口气保持什么样的速度，直接冲3000米，直接冲5000米，直接冲十几公里？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如果说碰到红绿灯，那么对应的碰到了就停。如果说是，哎，只是3秒、5秒的时间，你根本都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按，没有必要什么，没有必要那个停车空档，甚至说呢，只是踩一下刹车，等一下，立马就走过去了。如果说呢，你看到前面它是几十秒的一个时间里面，你甚至可能要，按一下空档，停一下，然后呢，有一个手刹，等它什么，等它结束，快结束之际呢，再去应对。如果说呢，前面你也不知道停多长时间，它是一个连说字都没有呈现的，你就是停着等一等嘛。这就是一个当下发生、当下应对，走势也是如此的。你不能说满足某的一个特征，未来就一定涨、一定跌。那么我看到有的粉丝朋友的话呢，是对于，不在慢慢的跟踪、慢慢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啊，或者慢慢的收听当中，慢慢的能够对缠论或者是对于走势生长这块呢，有一点点理解，或者是有一点点入门。但呢，也有朋友什么呢？也有朋友是属于列出呢。对应的，例如说像，你直接希望修禅，直接说，只涨是跌就可以了。言外之意的话呢，直接告诉我能买还是能卖，买的话我就买，卖的话就卖。你把修禅当成教练的话呢，修禅自认为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合格的教练。你要是把修禅当成一个保姆的话呢，你还真请不起保姆。为什么呢？一方面，技术它决定不了未来的涨跌，它只是呢当下的应对分类强弱的一个视角。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第二的话呢，从平台的一个角度来讲，也不允许你直接讲未来一定涨一定跌呀，或者是那现在立刻什么位置就能买呀就能卖呀，这会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涉及到荐股层面的一个因素。修禅呢，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能够长久性的给大家呢这样分享下去，而不是说不管涨也好，涨带有一定的侥幸，跌带有一定的豁然，就是带有一定的无常。涨跌皆可，只不过呢，在应对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能够理解走势是生长的，不是提前预测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那么买卖点呢是客观的，是否应对是主观的，那么慢慢的能够理解，那么交易就会变得从容。而且的话呢，有的朋友必然是能够从中，如果你的理解能力或者是你的技术熟练程度达到了，你会从以往的视频当中，或者是未来视频当中，能够看到机会，能够看到符合自己的机会。如果说呢，你没有理解的话呢，任何个股它跟你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它都是有风险的。好，那么我们来继续呢往下面去看啊，这是对于中国铝业。那么我们再来看像云铝股份。那么像云铝股份的话呢，那么对应呢，它今天呢也是像中国铝业呢是属于领涨，那么云铝股份呢是属于跟涨。跟涨的话呢，那么它的一个剧情也是属于从23跌到10块钱的位置，也是属于股价腰斩。在腰斩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对应的 MACD 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底背离，呈现底背离之际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对于它来讲，从基本面来看，它也是有基本面的支撑。所以说呢，当一个板块出现持续性的一个调整，个股的话呢纷纷腰斩之后，只需要观察：第一，没有止跌之前，不值得去跟踪。就是呢，它不断的创新低，不断的创新低，不断的创新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只是看一看，没有必要去参与的。你没有必要说，哎，在这个位置我能不能抄底啊？我能不能抄底啊？它连止跌都没有，它连一个内部连一个结构都没有，它连一个强底分都没有，没有必要嘛。当它破了140年均线之后的话呢，那么它实际上就属于弱势一个状态当中，MACD 在零轴下方。那么呢，当它股价腰斩的一个节点，它只是观察的一个位置上面是一个观察的节点而已。但是什么时候出现强底分，内部有结构、有背驰、有底背离，只是值得关注而已。那么像对应的，那么像云林股份对应的来讲，它只是一个轮动，而且超跌反弹的视角。那么后面有没有机会呢？同样的，有没有机会不？未来市场是跌，没有必要去猜去赌。当前它走法呢是属于什么？是属于，例如说它是属于日线的这个位置呢，可以作为日线的一笔上的延续当中。内部的话呢，30分钟它是一个30分钟的一个线段上的一个表达。那么在5分钟的一个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呢，可以用什么视角来去看待呢？从10.09块的位置，它是一个5分钟的盘整上，5分钟大线段下，当前走的是一个5分钟的大线段上。
所以像这样的个股，如果说后面回撤，连前面这个次高点、前面这个高点的位置都不接触的话，它也属于作为五分钟大线段上的类三买。这个位置呢，高点是10.95块的位置，所以说呢，按照一定的节奏，按照一定的买卖点是很容易去把握的。但是你要想让像有的粉丝朋友的话呢，你也说，老师说的不肯定，卖飞了，好，这跟肯定没肯定不没关系啊。包括呢，像有的朋友说，哎，直接说看涨还是看跌就可以了。这一块的话呢，只能说，修禅做不到这一点。即便呢有主观倾向，也不能直接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决定不了未来的涨跌，而且呢，不可能每一次，即便有主观的一个视角，也不可能每一次都说的对。对你来讲，你不管说有多么相信修禅或者是认可，那么呢，10次当中有一次两次是说错的，或者是说的和走势完全不相符的。不管它发生的概率有多小，一旦发生，对你来讲，对于一时冲动参与进去的人来讲，一旦发生，它就是100%。所以说呢，还是说核心，一方面呢，咱们只是对于技术的一个不断巩固、强化、熟练，然后呢，对交易节奏的一个理解，最终的话呢，通过自身的一种认知能力和交易水平的提高，把握市场当中的机会，而不要对任何人、任何生意产生过度的依赖，这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好，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那么像中国铝业也好，像云铝股份也好，包括呢像昨天还有点到的像五矿稀土也好。五矿稀土像这样的个股，咱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讲到，甚至讲到什么？讲到49.66块的位置，它甚至它都不是它的一个高点，可能后面还会有新的高点出来。都说出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呢，它只是因为它的走势结构还没有走完，包括在前面这个节点呢，只是回撤不破前面的中枢上沿，它可能会存在30分钟级别的三类买点，如此而已。但是你让我告诉你，哎，什么提前就告诉你什么价格能买，涨到什么价格能卖？这样的话呢，就是性质就变了，而且的话呢，风险极大，平台的话呢也不允许，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积极的赞赏。好，再见。